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这个是什么？零钱包，其实它也有自己的名字，叫做 Bastier， 哈哈，我也是在学习。Bastier 卡包，就像爱马仕会有钱包，钱包有钱包的名字啊。那今天是一个零钱包，其实之前会有朋友问我，那如果在爱马仕买配货的话，什么配货会怎么说呢？会保值一些，或者会更划算一些，或者是更好用一些吧。其实我个人感觉，你会喜欢这样东西，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顺手，用得很顺手。然后呢，或者你会很喜欢某一个经典的颜色啊、不仅限于是什么大象灰啊这一类的颜色，可能你想出手想卖掉的话，下一个主人也会愿意花高一点的价格把它接过来用，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说买配货，买你喜欢的，你认可的，对，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规律，比如说爱马仕的手表可能在出了专柜之后没有那么受欢迎，对吧？大家买表的话肯定要找做表的这些品牌去买。 OK， 那其实这样的卡包在之前我在杭州包括在深圳的时候经常有看到过，但实际上呢一直在忽略它，一直并没有感受到它的真正的价值，我指的是它的实用价值或者它带给主人的这样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大家在用 BKC 或者用爱马仕的包包的时候，那包包只是一个很大的物品了，怎么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你是很精致的，或者是你会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就是从一些细节上去表现，或者是你会觉得像这类的精致的物品会带给自己更好的感受，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精致一些。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活在当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当下是怎么犒劳我们自己的，是怎么对待我们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我还在学啊。Bastier， 它的皮革是山羊皮 ，Trevor My Soul。这个山羊皮的名字叫 Trevor My Soul。看一下，近距离先看一下，山羊皮会有它独特的纹路。那这样的纹路叫 Trevor My Soul。Trevor 是应该是山羊皮的吧？这样的一个意思。那 My Soul 就是它自己的名字了，这个皮革自己的名字了。那这个颜色叫做樱花粉。3Q 色号是 3Q， 然后 3Q 樱花粉，哇，显得我的皮肤真的好黑哦。这个是我觉得这样的颜色真的是小仙女来用了，我还是戴上手套吧。那这个 Bastier 啊，它的 logo 在这个位置，它的金饰呢很简单，只有这样一个国内叫子母扣这样的一个扣，很简单的用法。那理论上来说呢，只要是这样方形的或者这样厚度的能够装进去的物品，你都可以用它来盛装。比如说现金啊，我这里准备了一些现金，其实20的百元的都有。那只要给它对折一下就可以给它装进去。对，在现在这个大家不太用现金的年代，用它我觉得作为钱包就差不多够用了啊，然后再加一个卡包，对，配合来使用就可以了。那这是装现金，大家像国内可能绝大多数的纸币，只要对折都是可以放得进去的，这是放纸币。还可以放什么呢？那零钱包嘛，放零钱咯。其实国内好像大家都不太用硬币了，不需要什么投币电话呀这一类的东西。国外也是看自己的情况啊，要不要去准备一些硬币随身带着。我能想到的需要带硬币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在超市，有的超市里面呢需要大家准备一块钱的硬币才能用它的购物车。当然如果你没有的话其实很容易兑换了。对，这就是零钱包，就是硬币的零钱包了。其实还能放挺多，它虽说是这么厚，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拓展的。对，用它来盛装你需要用的硬币在身上啊，装起来之后的质感会更好一些。 OK， 大家看一下目前这个样子，它是装了
大概这么多的硬币。接着呢还能放什么呢？能放耳机，当然不是这个，是这样的耳机啊。现在可能很多人用无线耳机了，蓝牙耳机了啊，苹果也有出AirPods 是吧。然后那有线的耳机大家可以略微的缠绕一下，然后放在这个里面去。好的，当自己保存一个耳机都会用这样精致的一件爱马仕的皮具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的犒劳的这样的感觉会很好，对自己非常非常细心精致的这样的感觉会非常好。你会不会这样认为啊？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用它来送礼品，我觉得也是对对方的一个认可啊，我认为你是这样精致的一个人。总之啊，商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商品，非常非常好用。然后在生活中刚才说过了，理论上只要像这么大的物品都可以放，比如说你放非常贵重的U 盘呐、或者是一些存储设备啊，或者像我用相机，如果我存储卡比较多的话，我也可以用它来装存储卡，对不对？所以需要放什么，大家可以开放性的思维去放。那这个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到爱马仕专柜可以去考虑购入的一件配货，然后这件也是可以出售的。 Chiver My Soul， 然后非常耐磨，山羊皮我的整个感觉就是非常耐磨，对，不会那么容易就出现像 Epsom 那种磨白了那样的感觉。 3Q 樱花粉是非常非常温柔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啊，如果你皮肤黑的话也非常显黑的一个颜色。我知道有些朋友别人是美白，他是美黑。好了，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配件啊，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你会能够体会到它带给你生活的那种精致的感觉。明天见，拜拜。